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说话呀！你怎么了，小姐？您理一下热热呀，小姐，小姐。将军，听闻有鹰族闯入，情况如何？鹰族两人伪装成武士，混入府中，带走夫人。夫人已去。小姐，你别丢下我呀！小姐，小姐，楚俊明，算你还有点良心。我是下死药，药效又慢，药性又长。你说我实在是，你说你吃什么假死药呀？这万一真死了怎么办呀？死不了的，死不了。我真的死了。夫人，我想要你身上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个，正是。谢夫人。哎，要这干嘛？给我便是。凭什么你要我就给啊？夫人冒犯了。你还给我！来人了，救命！夫人，你放开我！想勾一下！救命！夫人，放开我！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小姐，照顾好夫人。误会，小姐，这是误会，哎，误会啊，别打了，别打，误会，这是误会啊，这是误会啊。夫人，我想要你身上一个东西。哎，要这干嘛？将军，这是夫人的行囊。豹子头，你可知我是恶魔将军？战场上，您确实如此。将军，难道这玉坠有什么问题？那夫人该如何处置？夫人醒后会继续闹的。也许她身上真的有我想要的东西。属下会密切监视夫人的一举一动，在合适的时机便从她嘴里得到些东西。小姐，你醒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怎么就晕了呀？那大魔王是不是拿走我玉坠了？我找他要去。小姐，小姐，
这怎么锁上啊？那个大胡子锁的，他怕咱们逃走。我都求了他半天了都没有用。这大魔王也太小人了吧？小人？太小看人了。继续说。鹰族军队没有任何异常，不过我推测他们在准备一次突袭。做好防备。是，将军。夫人的身份，夫人行为确实古怪，她的细作身份还有待查验。需要怎么做？细细观察。将军，这把锁锻造精良，是天锁派传人的物件，这回啊就算夫人插翅也难逃了。这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想难倒我？想当年神子沈静把我关在铁箱里，我都能跑出来。儿时的玩具，太小瞧人了。月月，我先走了。你去哪儿啊？你要跟将军拿玉坠？这玉坠，我想要他就能给啊？这打也打不过，抢也抢不来的。想要玉坠啊，还是只能智取。我先报了这一锁之仇再说。一定要做好万全的防范，不能让鹰族有机可乘。是。楚修明，你个小人，居然想用一把破锁锁住我！我告诉你，老娘正大光明的从屋里走出来，你想困住我，没门儿！以彼之错还之彼身，我这就收府，好好吃喝玩耍一番，等我气消了，我再回来找你算账。且看他要去哪。马兄，今天闲着呢？你看我沈锦啊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全靠马兄带我到繁华之处，带我吃好喝好，我定不会亏待于你的。哎，马兄，慢点，等等我呀，马兄。马兄，停一下！你停一下，马兄，你别走啊！马兄，你让我下来啊，马兄！我想吃这个，马兄，真是欺瞒南下，我早知道我就不应该上来。马兄，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你能不能告诉我一声啊？马兄。兄，你真能带我出城啊！你好样的！站住！你是何人？敢骑将军战马？我是你们将军夫人。区区盗马贼，还敢冒充将军夫人，罪加一等！赶紧给我拿下！不，别走吧，慢点，慢点！我误会了。少废话，押下去！住手！